来吧，兄弟们啊，咱们继续来挑战这个金角银角啊！刚才打着掉线了，电脑模拟器可能是跟我电脑重组，因为我的是个 Win7 的版本，没有升级 Win10 啊，所以说它老是这个掉线，改天去电脑重装一个 Win10 系统啊。等着电给我，好嘞，就完了，兄弟们，到他就完了呀！你看，老是升大招啊，不知道为什么老是喜欢升大招，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情况。有的时候离这个 boss 太近了，我发现打不中他的，打不中。好的，第三阶段完成交叉，小鸣人，兄弟们，好嘞，嗷嘞给，嗷一给，嗷嘞给，对不对，兄弟们？直接干他就完了。今天咱们就让你们见识一下咱们真正实力，直接出征。今天呢，为什么录这个呢？因为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。我们有压查克拉，兄弟们，哎我去，好像哎需要压查克拉吗？我忘了看了啊，看见鸣人我就直接进来了，有一点小激动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拜拜喽，兄弟们，大老爷子直接干也是一样的，想要给你加上双击，齐拉比一直在跳舞，太脏了。OK， 我举一下戳半管，连提拉比都被戳中断了，只能说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，兄弟们！直接给我挂掉喽！小雷，我去又戳了我，乌了这么多的高，兄弟们三个大招了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哦，哎呀，三个大招那个技能也好了，但是我被打死了，可尴尬，快点死，不要浪费时间，赶紧。掉线，直接退了，直接退了，他在那打没用啊，他选奇拉比在那打不伤害，好吧，啊不用打别的，九秒后可以继续挑战，对吧兄弟们，再来两回就差不多了，再来两回啊，其实这个鸣人还是很好打的，只要你站位精准啊，站位精准就能干死他，这次人家来了个赵美玲，兄弟，赵美玲，直接给你来了个皮肤点赞水影。Oh my god, that is a good one. 我说的，哎我去，直接就这个触发了查克拉，兄弟。放有东西给谁，放有东西给，还有一堆地上有高度。OK， 有该有你心心，戳了我一下，真可恶。差点把我戳死了。不过我直接开出大招，两个大招挑战五个大招，咱们现在最高记录是四个大招，兄弟们，我就不服了啊，我就要挑战五个大招，我去，别把我喷死了，快点触发查克拉，或者触发术，对查克拉直接触发，对很对宝贝儿，三个大招，哎呀又是打大招的过程中让人给打死了，太尴尬了，不是那是那个的，有的，他其实不应该选奇拉比，他应该选个有输出的，刚开始他打的是这个虚左班，先用虚左班就行了，还有最后十一关选最后一次啊，选最后一次直接嗷一给，直接出救，兄弟们，你们要知道一件事啊，这个救的话就是说谁付出的越多谁给的就多，知道吗？谁付出的多谁就给的多，所以说这一把我是车头，我要出救，再见奥利给，兄弟们小金角死了，奥利给索拉利托的是你，看好了啊，直接在你的脸上出揪，但是重复了，兄弟们啊，重复了，来了个这个十全剑，哎呀，小尴尬呀，尴尬，虽然说出了个揪我挺开心，但是这个重复位置啊，不过也是续组还是挺好的，看到没，我现在三个查克拉刀了，都能给他干上去的，兄弟们，太脏了，但是我已经有了啊。
然后的话，这个虽然说没有出来咱们想要的啊，没关系，兄弟们。主要是先来个洛克里，哈哈哈哈！飞人小李，不过这也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咱们终于集齐的满 S 兄弟们，仙人模式自打野。好的，恭喜哥满的了，有称号吗？看一下啊，哎，有称号，仙人自打野，我非常的欧力给兄弟们，nice 宝贝儿。